哎，娜娜啊，你怎么有这么多发财呀？哇，还有这么多兔子，这是我的兔子陷阱呀。兔子陷阱、又是一个新游戏吗？对呀、那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玩吗？可以，还可以四个人玩。你看我这有四种颜色兔子，那我们两个人玩的话就一人选一种颜色的兔子吧。那我要蓝色，那我就要粉色的，把它挪开。好，放在这里哦。你会玩吗？就是一人一张卡牌，你抽到几步就走几步啊。那我会了。很简单嘛，三步你就走三步，一二三。但是要小心陷阱，谁要是从陷阱掉下去了就会损失那只兔子啊。那我知道，那一步，那你掉下去了，你这只兔子就损失了。我现在已经完全会了。兔子也损失掉了耶。知道我了，转一转，转这个大萝卜就可以把陷阱转走了，转到下一个陷阱那儿去了。三步，一二三，谁先到这个萝卜顶上谁就会赢哦。好的，一二两步，一二，我再看看，转一转，不然这么多转一转。你把两步，两步，一步，转不行，两步，我是两步，一二，我肯定是两步，一步，啊，你两个兔子都损失了，你这是两只了，我还有三只呢。我再看看，一步，我只能存，我又跑你前面去了，转一转，零分，我给你把陷阱转走了，哎，救了一二三。你才在这儿，我都跑那儿了。前面还有很多陷阱，两步，一二，我要转一转，把陷阱给你转出来。你没有呢？哇，又是转转。看，哎，你的兔子又没了。你把我从这儿拔下去了。完了，你是一只兔子，那我肯定输定了呀。我一定会输。三步，嘿嘿，你走这个桥上就危险了。一步，两步，一二，我们再转转下去了。陷阱呢？陷阱现在还没有出呢，那我得小心点啊。一步。我感觉我要封顶了耶。那不一定，一步你看嘛，两步，一二，转一转，转，你三步，一二三，三步我也没下去呀。三步，一二三，然后你一步，你就一步，